求生物语，不，我觉得应该没有接机会，真的太难了。我们先求第一就好，我们先求第一就好。我们有没有机会第一名呢？W， 这谁点过来？W 小飘，小飘，新技能。太难了，我前面被挡到了，没有记录啊。洛杉矶来了记录，没有想实现的台服改成这样的起步之后，我也是觉得蛮难出去的，感觉大家起步都变快了。太月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进来了？你为什么可以排台服区？来了。双杀弹射，那个双杀弹射，小喷 ，EW 点过来，那个弹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失误了，不过小问题。1、2、3、4、EWW。哎呀，完了！他为什么可以排台服区啊？哎，他也失误了，哎，我也失误了。哎，他又失误了，看来重现亚洲杯经典大礼包。1、2、3，没有啊，他那个伺服器跟台湾的伺服器是同一个啊。来了来了，这场。岁月间，流星之间的细微颤动，不放纵命运的汹涌。往来人欠我一句绅士的一笑，沉溺是不平凡平庸。W 小飘，哎，太早。双杀弹射，再来一个，完美。EWW， 哎干！
掉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我上来。哎、欸，吼吼吼，好好好好好。吓死我！当世界透支烟雾飞。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这一招是跟罗志祥学的新跑法。最近我也是有看他那个新跑法，很溜的。他最近代言那个新舞者，很厉害、啊。他最近，当然、啊、最近啊，他之前代言了一次新舞者，现在又代言了一次新舞者。好，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，我们最后一场好了，我们来看个比赛吧，看一下现在职业联赛有没有人选新舞者，应该会有人选吧。他们其实，我觉得选手其实有时候记性也是不太好。其实新舞者这个车本身的性能是挺好的，经过这一次的重新代言之后，我觉得选手们应该会想起来，哎，有一台赛车性能其实相当不错，职业联赛它的出场率应该也是会大幅上升。想问一下，前阵子双生。有再度上架，可能会再上一次吗？双生应该是没机会啊，新舞者应该有机会。红色，侧身，小门 ，GW。中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哇，这样子我单喷了。这直接点过来。小喷弹射没弹到，那个弯好难弹射。还是没练好。W 点过来，弹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新纪录，这个车值得改吗？这个车跟大病一样，看你想不想改。我觉得挺好改的。哎、欸，真的真的，你们信我一场，你们信我一场。我先去跑一场那个，然后我们来看比赛。真的真的，这个一定会破纪录。我觉得我这个图强到不行。一场就要，一场就要。你们信我多少场？你们每一场都打零，你们哪有信我？这场你们也不意外。小喷，快撸啊！W 卡气，哎，新纪录，直接慢1秒，那个多秒，不是哦，再场再场，不是哦，怎么超过了火爆的可可？哇，我们开着爆哥超过了火爆的可可。可以可以，再一场的，信我信我，这场14，这场14。
射。小喷 ，BWW。不是哦，那个弯是不是有点问题？那弯有问题哦，那弯有问题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个弯我等一下去回报一下，我等一下去回报一下官方，那个弯有问题。那个弯肯定是地板上有抹油，很滑很多。